真的心动动。Hello， 小鹿，여보세요，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鹿儿的直播间。突然有一种。Hello， 大家，欢迎大家。Hello， 我刚到，非常迅速的就打开了直播。谢谢 Frankie 的大闪，好久不见。我要找个吃的，等等，我找个吃的，吃个什么呢？吃个这个吧，菇的肉，菇的肉。哎呦，我这个灯好丑啊！大家有发现今天我有什么不一样吗？死亡问题。哎呦，好亮呀！好看，那不是不一样，那天天都好看，也不是。谢谢你夸我啊，谢谢您嘞。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人知道这个死亡问题？什么？我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变成潘子，好家伙！我那天看了那个潘嘎之交，怎么会这样？头发长了，那是，但是不是今天不一样？我头发长了很久了，我没剪。再让你们，我凑近看一眼，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发际线。为什么会有人关注我的发际线呢？我的发际线可完美了，谢谢小杨哥哥的奶茶。我发际线老完美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发际线更完美了，好吗？脸红了，可能是因为美瞳戴久了。你们这些直男，我这边点了一颗痣。是不是过于小小精致？知不知道发际线是要饱满才是完美？对啊，美人痣是因为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印子，它也不是痘痘，我也不知道，就有个印子，然后就是感觉遮瑕会很厚重，我就直接点了一个。点了个痣，哈哈，失策了吧？今天的蝶鱼老好看了，那简直就是，哎，早知道各位哥哥姐姐们喜欢野的，我就不装了。上面有个啥？我的桌子上有一位妹妹留下了一个杯子，不知道是哪位妹妹。饱满自然，是吗？我就说，各位哥哥姐姐，你们喜欢野的，早知道我就不装了。什么精致女，精致什么玩意儿？精致女童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女童还是一个那个什么词啊？什么东西？我会织毛线吗？微积分课的期末项目要织围巾，为什么微积分要织围巾？你说微积分微的是什么东西啊？天上的微积分，
老人家微积分，年代微积分，有年代了这个微积分，老古董吧这个微积分。谢谢点了一颗烟，好家伙，这个烟是啥呀？应该是荔枝，点了一颗荔枝。谢谢点了一颗烟的奶茶。对啊，复古微积分。谢谢雨欣的奶茶。我发现哦，我好像美瞳戴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看不清楚字儿。我的问题，你要凑那么近才能看清楚。我申请摘美瞳，大家同意吗？请问，同意的扣个一。熟练熟练，曾经浪彩的。我来摘个美瞳。今天公演都看了吗？是不是还有人没有看我的蝶语？嗯？是不是？今天知道蝶语发生了什么吗？不知道的人，说不出来的人，都是没有看我公演的人。别说话啊，别说话，不要发出声音啊。摘美瞳呢？摘好了。哎呦，给我摘哭了，都怪你们。潘老师上线，什么啊？蝶语我最高，是呀，我看最后一个动作，我像个那个 WiFi 的那个上面。怎么又怪你们了？因为我没有别人可以怪，只能怪你们。什么作业写完了？写了啥呀？是夸夸？彩虹屁吗？彩虹屁我就批一批。你写了什么作业呀？小鹿好可爱，哼！我这么野的人，居然有人夸我可爱。姐姐这么野，你居然夸姐姐可爱。今天的奥特曼实在太扎眼了，是吧？哎，姐姐的锋芒都被奥特曼给压走了。那个奥特曼真特别搞笑，那个奥特曼。可惜了，我们是第二组 MC， 不然跟他合个照再上来。野心家小鹿，野心家，我怎么会是野心家？上叫什么？做宇航员是一件很有野心的事情，是吗？野鹿，怎么会这样的？自由生长的野鹿。谢谢王的男人的玫瑰花。看看蝶语这个人怎么好意思自称姐姐的？蝶语怎么？蝶语不？蝶语，我今天做好造型，然后我就走过去嘛。然后我觉得那个造型做的不是特别好看，就是我现在这样，然后这个没编，就是我第一次出街的时候那个造型，我觉得很一般。然后我就问，我说问大家好看吗？然后小曲在那边说，天哪，鹿儿，你把这个造型保持住，哇，你好姐啊，哇，天哪，好激动，超级激动，小曲这个人，笑死了，真笑死了。既然被对手演得开心了，我本来想跟他好好玩一下的，亲亲，哎，其实我本来后来想输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的朋友圈太无趣了，我想看他的，所以。
好好玩一下，我可能会输的。输了也没事啊，其实。我的朋友圈太无趣了，我的朋友圈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爆点都没有，无爆点，懂吗？我的朋友圈怎么脱袜子？我来看看啊。我的朋友圈第一条是那天我去看那个宝岛一村，拍了一张照，发了六个字：我终于快乐了。然后4月19号。那几天我在外面玩，然后我发了四个字，是春天呀。然后4月19号的，哎不对，那是我4月19号之前出去玩，然后4月19号发的。然后4月19号那天我在学校上课，我还在早上的时候，谢谢点了一颗烟的奶茶。然后呢，我还在上午的时候发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说放在教室的书都能不见，这么爱学习。然后口一回我说，可能是被清洁阿姨带走了。谢天一说，可能捡走卖废品了。然后我朋友说，可能是拿错了。你看多么正经又无聊的朋友圈，就是非常无聊。然后我说无语啊，就是我有一门课，那天应该是要考试，然后那个考试是那种小考，直接就是拿书可以看的。结果呢，我的书不见了，就是我那本书是放在教室里面的，结果我的书不见了，就这么不翼而飞了。嗯嗯，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那天是可以开卷看看书来考试的，我总怀疑是不是有谁书不见了，然后走了教室一圈发现，哎，角落里面有这么一本书，这个熟悉的身影感觉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然后就我觉得这当中必有玄机，所以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想告诉大家，我知道我的书不见了，是谁拿了我的书，快站出来。但是结果到最后我也没有找到我的书，然后我就非常认真的靠着自己的脑袋考了这个试。然后呢，我看啊，这第一条是5月5号，哎呦不能给你们看，第一条是5月5号，然后第二条是就下面一条是4月19号，发了两条，然后后面就是4月17号，4月17号我也发了两条。4月17号，首先我发了一个自在小鱼，这个照片我好像在房间也发了，就是一个小鱼的风筝。哎呀，该怎么给你们看呢？什么地方有秘密呢？好像都没有什么秘密吧，就是一个小鱼的风筝。然后我就拍了一个小鱼的风筝，它是蓝色的，它后面还有一个小灯笼一样掉了个尾巴。对，所以我就闭卷考了一个试，厉害吧厉害吧厉害吧，就是靠脑子你知道吗？就人有的时候脑子，你们就是不相信鹿儿，鹿儿的脑子是很好用的，知道吗？对，就是小学生，非常非常小学生的朋友圈。然后我发了个自在小鱼，口一说好可爱哦。然后我之前大一的辅导员说，去杭州了吗？因为你也不是在杭州嘛，我定位了杭州，然后我就回他，嗯嗯，就没有了，就非常无聊。我就怀疑，如果我赢了青青，我输了青青，青青都说不出来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哼，太无语了，太无聊了。然后4月2号，我不是去医院嘛，然后我发了一个每次来医院都会被价格吓到。然后4月1号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到了，就是那个叫啥呀，说唱新时代。然后我们有同学讲了这个说唱新时代关于这个综艺的那个 presentation， 然后我就拍了一张照，然后我发了一个带人狂喜，无聊吧？可杨青青在我微博说话了，我来看看，我来看看我的
我的姐妹。怎么办呀？兄弟真的变姐妹了。我回复了他。什么？瞬间声音高，那是啊，朋友回复了你的微博，当然要回去回复一下人家。姐妹不好吗？姐妹好呀，姐妹挺好的，但是更想拥有一个兄弟嘛。谁想到，谁能想我的兄弟如此的娘？这个时候就应该写一本轻小说，叫《论我的兄》。哎呦妈呀！论我的兄弟有多娘，和林姐是兄弟，嗯，和林姐是兄弟吗？那我做他哥哥还是他做我哥哥？那好像还是他做我哥哥，嗯，我觉得也不是，我和谁都不是兄弟了，现在大家都是姐妹了，没有人可以做我兄弟了。唯有我独自大喊，我觉得小五倒是可以做我弟弟，是吧？花田，花田不好吗？花不好吗？你们是觉得花很不好吗？瓜就这么好吗？嗯，嗯，脆子。小五培养一下做我弟弟，小五现在是我的好学生，我们今天穿了特别像师生装，就特别像校服，我也穿校服，他也穿校服，他今天背那个小熊也很可爱，很符合他。小五同学 summer 什么 summer 趁早油厚，我有点怀疑这件事情了，脆枣到底是不是油炸的？啊，是油炸，冬枣棕榈油，好吧。小五看我眼神怪怪的，屁嘞，想多嘞。那他可能是爱慕我吧，毕竟是他优秀的老师。小五和我 CP。舞动青春，哦，这个蛋长得好可爱，好小啊，好小好小啊，翻砂卤蛋，这个为什么呀？叫抖喂喂，这个叫。小五善于观察找素材，他观察我找什么素材呢？我都可以直接告诉他，不需要观察，不需要他观察。啊，没有，我随口一说。你们啥都能磕呀，这是。哼，我怎么会突然开始认真考虑了起来？不可以，不可以有这种想法。这个好吃吗？我觉得不是很好吃，一般般吧，没有刚吃的那个菇好吃。雨露为伍，我总感觉像是一个集团。雨露为伍是一个集团吧，可以带领大家一起成为霸主那种感觉。是的，有限公司。哼哼，我倒希望我能有个有限公司。哎，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有什么区别呢？算了，不问这种专业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不知道。小五在直播。
剧作家的话剧，没有最喜欢的，我是来者不拒，什么都看，而且有很多剧作家我只喜欢他一部，我自己看不懂，我又不创业，我要懂这些东西干嘛呢？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债务责任有限，你们是都学了什么会计之类的东西吗？就直接开了，田园果蔬脆。我有个姐姐最近换了个工作，在三只松鼠工作，然后还给我寄了我的零食，有点卡，卡成 PPT。 Oh my god，嗯，好吧，政治课本上的内容，你们高考有选那个，哦，你们应该是选文理的吧？上海这儿是今年，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我吃了个啥呀？萝卜吗？哦，是萝卜，天哪，一股萝卜味儿，啊，天哪，好萝卜呀，这萝卜怎么一股萝卜味儿？零食自由，那也没有零食自由，也只有自由这么一点，很快的。有零食在这儿，怎么会囤得住呢？高中政治根据，你们都是好学生吗？我不相信，我政治课从来就没有听过。我后来政治考试都是靠的，就是那种，就是那种脑袋里面对于红色事件的认知来考的试，就是怎么红我怎么写，就是有很多套路嘛，政治，对，怎么红怎么写，选择题嘛，就有很多东西随意背背。政治还是很好考的，虽然我到最后也没有选政治，我们是选三门，小三门，转场浪彩。很久没有浪彩了，我都不会浪了，已经。我超级久没有浪彩了。我们政治都是必卷的。天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好神奇啊！这个东西热量高不高的？如果不高，可以常吃啊。好吧，挺高的。豇豆，哇哦。高啊，啊，蔬菜干也是油炸的，拜拜，你安息吧。再换一个，没有了，吃菠萝吧。什么看剧看出品方，我不看，我不怎么看出品方。看剧当然要看内容，看题材。一口抵半碗饭，不吃了。哦，没有会坏，是。边玩连连看，边我看小鹿。我今天刷抖音刷到一个，说那个 QQ 农场就是怼人，教你们一个怼人的语录。哎，算了，下次怼你们的时候再说吧。连连看，我小时候喜欢玩那个爱消除，但是我玩爱消除的能力超级差，就是我玩到，哎呀，这个菠萝好酸，就玩到十几二十关我就。玩不下去了，什么？我有点性感，姐姐，我一直很性感，好吗？我
么下一场公演要10天之后呢？23号，来我的课堂上课了。今天潘老师不教啥，今天潘老师可饿了，潘老师找了一整个直播的吃的。夸两句得了，我说的话都是胡说八道，就随便说说。我夸自己都不是真心的，我夸别人都是真心的，我夸自己都不是真心的。怀念日系瓜，我现在也是啊。看你心里我什么样子，其实我的发型一点都没变，只是大家觉得我性感了，那就性感了。你跳蝶语，你总不能跳个瓜吧，对吧？哎妈，烦死我了。哦，晚饭吃了呀，不是吃了猪肝面吗？剧场，你们有，如果有机会来剧场的猪肝拌面挺好吃的，你可以让它面稍微少一点，不要太多，然后酱多一点，挺好吃的，不腥。你们有人喜欢吃猪肝吗？少女偶像喜欢吃猪肝，猪肝面我也喜欢，大肠面我也喜欢，这种内脏类的，还有那个什么冒脑花啊之类的，哎呀，绝了！剧场可以点好吃的麻辣拌，麻辣拌我吃过比较好吃的是那个什么七啥忘记了。潘老师好看，谢谢你。博纳影业。炒肝，什么鸡爪、鸭爪、内脏、肝啊，心肝脾肺脏。呜呼，谢谢猪八天的夜蝶，谢谢你。妈不骂你睡觉，今天骂不动了。公演回来是骂不动的，哪天我另外开播才骂得动。哎，骂不动。潘老师没有那么喜欢骂人，潘老师骂人是要求很高的啊。真的能骂动吗？今天骂不动了。我今天早上，你想想我今天早上几点起的？我今天早上早8哎。我天哪，早上那个天呢，刚泛鱼肚白我就醒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着那个天亮起来，我也睡不着，然后我就醒来了。我醒来了之后，我想说当时我还赖床，我不想起，然后想想今天早上的课不行，因为我不是作业还没做吗？我要去跟老师解释，然后最后也没有解释。最后我们老师说，正好因为我们一共是10组还是12组，然后就是自告奋勇上去讲这个东西嘛，我们组就一直拖，一直拖，然后拖到了下一周，但其实下一周也拿不出来东西，感觉。就我都素材都已经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组员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可以剪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来。下周最后一周了吧，还是倒数第二周。哎，我们这节课是12周的。不知道。对的，潘老师有点累了。潘老师想吃东西。潘老师忘记点外卖了，我想着我有零食可以吃，但是其实还是应该点个外卖，因为觉得就是没有灵魂，你们懂吗？就是这些东西都冷冰冰，没有灵魂。我还有一个锅巴，虽然吃了能饱，但是缩粉儿不要，缩粉儿太胖了。但其实那也可以哦，是个好主意。咸蛋黄麦芽饼干、紫薯干，这一个个的都吸引不了我的兴趣。我的粉儿没缩呢，现在点不行，太久了。现在点零食不胖吗？胖。
说好的早上嗦粉，我那天早上也没起来，我那天早上卡着点儿走的，完全起不来呢。哎，太高估自己了。我那天早上吃了别的呀，路过全家的时候有买面包，撸个串儿，那太奢侈了，我可不要把我的热量耗费在这个地方。猜这是啥？你们吃过这个吗？乳酸菌小伴侣。我最近营业淡了，震惊。为什么会这么说呀？什么烧烤、啤酒、冰丝瓜，了不起。这个挺好吃的，这个特别好吃。我这个也是三只松鼠，那个姐姐给我的。但我知道有一个叫小白心里软。你的语音我没有给吗？好，知道了。点外卖，点小布袋。好，你们怪谁呢？当然怪你们啊。你们该怎么怪呢？想不出来怎么怪。哎，算了，怪我。给。不太理你发的问题，这咋回？就是我们聊话题的时候，我当然会回答你的问题，但是要看这个话题我，哎呦，这该怎么说？就是有话说我就会说，没话说我就不说，对不对？聊天嘛，直播嘛，不就是这样吗？我不忙，给，好吧，给，记得了，给。今天周四，明天周五，加加油。不为难，很好。那好吧，不是啦。就是有些，就是比如说你问的问题，比如说关于我刚看到了你说你看电影会看什么影业，我回答了，我说我一般看电影不看什么影业，对吧？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不对？对，十天之后才有公演，23号我们才公演，而且23号好像是生日公演，对吧？我应该没有助演，我就可以在生日公演的时候摸鱼一会儿。软味生日公演 ，yes， 我们软上生日公演啦！韩寒软味真的辛苦，像他准备生日公演，就像我之前边上学边准备新公演一样。就是你要在学校里面，在宿舍里面准备舞蹈，你知道吗？又尴尬，又很，哎，对，还有周飞，太辛苦了。还好我在上海，不然我肯定也是周飞。而且像我这种没有办法拒绝，就是那种。哎，我已经成长了，我可以拒绝浪彩给我安排冲突的那个时间了，我已经算成长了。要不然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拒绝任何一项工作的。是的，大人要学会说不，向你们学习学到的都是你们教的好。我真诚的觉得我没有阴阳怪气，我也没有那个，我真的是觉得你们好，你们老。
怎么自己骂起来了啊？像话吗？今天我都不骂人，自己骂起来了啊？你们老，老，真不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老，想睡了去睡呀、想睡了就早点睡，0:06了，还早呢。什么？我就是这个意思，有底气才敢说不是啊，就是觉得，觉得也不是啦，我也没有什么底气，就是觉得不该什么都要，对不对？怎么还吃安眠药呢？少吃点儿，是药三分毒。晚上好呀。怎么都来潘子老师了？我是可爱的小潘潘，我是可爱的小露露。谢谢不落魄的风的奶茶。不喜欢就可以说不，我倒没有说到不喜欢，我只是觉得，如果说比起，哎呀妈，等一下啊，我是觉得如果说比起影响到我毕业证，它就有点不行。其实如果完全不影响，我也是可以。多一个工作嘛，谁会拒绝呢？对吧？大家注意自己的睡眠，就是你如果熬夜熬得晚睡不着的话，你肯定出现了问题，你的大脑当中的激素肯定出现了问题。如果你熬夜能睡着那就还好，那如果熬夜睡不着的话，你就真的要注意一下你的作息，尽量调整一下。击掌的时候抱林姐是撒娇吗？正常情况我跟林姐不是一直这样吗？所以我说我跟林姐做不了兄弟，主要问题不在于她做不了兄，是我做不了弟。对，学业最大，主要也不是学业最大，是我拼了这9年义务教育，考了一个大学，考了大学都快大三，都快大四了，我总归得把这个毕业证拿到吧，不然也太不划算了吧，对吧？浪彩收入还不错，那倒也没有，不是曾经有传言说浪彩可以让你拿2份工资吗？那倒也没有，就是多一点，就是跟公演前差不多吧，对吧？毕业证总要拿到。林姐太灵了，林姐自己觉得自己老不灵了。我作为她的好妹妹，只能顺着她的话说，是的，真不错。对啊，证当然必须得拿。我在哪儿读书？我在上海读书，我就在上海读书。我在复旦。我在复旦读汉语言文学，厉害吧？以后毕业了之后就来教教你们语文啊，教教你们如何遣词造句，懂不懂？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啊，这个汉字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字，就是你们不管是作为炎黄子孙，就算以后移居国外，就算以后找了一个外国老公，一定要记得汉字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学会说汉字，知道吗？我感觉我可以这样编下去，可以编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呢。青青是真的话，是啊，所以我说根本做不了兄弟。从我的兄弟变了开始，一切都变了，根本就不是从我开始，他开始。传媒变上辈子杀猪的，啥意思啊？啥叫上辈子杀猪的？这么可怕，我可下不了手。我说的就是男粉找老公呀，我又没有女粉，对吧？
行行行，我表达的只是，我们这儿应该没有要出击的人吧？我表达的只是汉语言很重要，汉语言，汉文化很重要，汉文化。什么玩意儿？上辈子是谢谢741的大闪，拖后腿了。那我是最大的后腿，作为一个女性，好吧？什么？中国多了3000万男性，是吧？这3000万男性自己内部解决。什么基建？啥叫基建啊？卡了？Oh my god！怎么会这样？谢谢741的大闪，还卡吗？我把握不住啥呀？我又把握不住啥了呀？我啥把握不住啊？我把握不住亲亲啊！好，不问了。这不是怕你们说我不甜吗？怕你们说我怎么不理我呀？每个人都要端端水，每个人的弹幕都要念一念，青青，只要给他来软的，他就 那也不是，青青也看人好吗？青青是个非常温柔的人。哎呀，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看看到了，看到看了看了，再看了，再看了，再看了。是，他是很娘。再看了，再看，哇，看到了，看到了，哇，好多人呀，哇，我的直播间好多人呀。哎呀妈呀！我怎么还有儿子了？吓等着给你买橘子啊！输入法懂你，只能说 输入法是什么？是24小时里面20个小时你都在使用的东西。对吧？它是对，是暴露内心的东西，不然为什么会有那种输入法测试呢？什么你打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数什么什么字母，然后看你的缩写是什么，对不对？哦吼，谢谢迪士尼在淘警长的夜蝶，谢谢乌迪的夜蝶，改了 ID，我觉得是不是？什么时候需要一波新的头像业务了？但是头像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没认出来，看到头像就知道了。所以你一直换输入法用，你是怎么，内心世界非常丰富，怕被大数据掌握到你吗？你怕被把握是不是？你怕成为嘎子是不是？不对，你怕成为潘，诶。你把握不住，哎，你应该是想成为嘎子还是潘子呢？你怕成为……算了，不重要。奶奶，奶奶和 BABA 有什么关系？你的输入法可能是有自己的想法。对，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必要不用想，我觉得我算了算了也是一个非常让你的生活快乐的词汇，我要教给大家。大家一旦有什么需要你动脑子的时候，你就说哎算了算了，哎算了算了，哎算了算了，对吧？你就会快乐。对，来都来了，都这样，大过年的啊，什么他还小呢，别什么不要计较，还有啥呀？
消消气吧。还有啥呀？中国的古话，还对，还是个孩子呢。我今天好女人，为什么？对，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很好用，真的很好用。但是如果你们经常这样算了算了，你们脑子就会生锈，然后以后我考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怼不过我了。对的。什么啊？反正都挺好用的，我最喜欢就是那个叫什么？哎呀，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啊！本来也对不过，屁！我可没有那么厉害，你们可厉害了，我都对不过你们，好不好？怼过了有啥好处？怼过了，我就会觉得。不愧是我粉丝，饭随偶像，真聪明，对不对？你们不会怼我，你们只会给我出难题。而且出那种我思考一下觉得，哦，好像也是哦，的那种难题。怼过了会哭吗？不会，怼过了我会重拳出击。我只会为浪漫的事情哭泣，懂吗？如果有一天我哭了，一定是因为我内心的软弱世界被触及了。抬杠是人类本性，所以人类可以发明 ETC。我想火吗？帮我宣传宣传。你是什么？大 V 号是不是？宣传吧，火了就不愁总选啦。妈，会用手掌量量对方的脸盘子，为什么要用手掌量量对方的脸盘子？为什么要用手掌量量对方的脸盘子？怎么炫耀自己手比较大？还是？哎，什么奇怪的问题？宋庆龄、宋美龄，我选谁？我谁呀？我就选，我可没有这个本事。对，我有双马尾的约定，如果你们有谁能在直播间让我哭，我就扎双马尾。紧张啥？谢谢 KY 委员会主任的玫瑰花。紧张啥？对呀，我哪里来的资格？我哪里来的资格选宋庆龄、宋美龄啊？我给人家种树了吗？我就给人家选。感动哭也算哭，感动哭也算吧。但是让我感动可难了，我感动的点都比较奇怪，就好像我之前去看那个叫什么？那个讲妈妈的贾玲那个电影，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看那个《我是姐姐》，我也一点感觉都没有。嘿嘿，但是有些东西就会很容易被震撼到，比如我上次看那个什么《宇宙那么大》，有一个纪录片儿，我看着看着，我之前看那个《疫情》，有一个纪录片儿，也是看着看着，买不能哭，哭了要送礼物，那快点让我哭吧，男人哭吧哭吧，骂哭我容易一点，骂哭我，我是会被骂哭的人吗？我这么坚强，怎么又卡啦？哎呦，烦哦！谢谢雨欣的奶茶，谢谢包子的奶茶，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笨蛋？看点感动的就到了，什么我继续减肥，在直播时吃到好吃的，说不定就哭了。我没有要减肥，我只是为了以后能野起来，
所以控制控制。啊，现在对我现在也是很容易感动，但是我觉得我感动的点儿不太一样。对啊，你马老师，虽然马老师也没有骂过我，但是我觉得马老师骂我，我肯定不会哭，但是马老师夸我，我就哭了。刚在 B 站刷完今天公演，怎么样？小屁不愧是小屁吧？别野了，南韩有小野马，我要做嘉兴路的小野鹿，是吧？野起来，小群群，谁跟你讲野就要穿裙子？你当野人啊？穿草裙啊？啊？尬了，你们哎，你们尬点也太低了，你们就应该来感受一下，在台上讲 MC 的时候，你们的尬点就会高了，就不会觉得尬了。等一下我自己看回放，我才不看呢，我才不看呢，我有这时间我睡觉好吗？不看，不看，不看，不看。蓝裙子。那个蓝裙子，哎，其实那蓝裙子很奇怪，我感觉我穿那个蓝裙子出门，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我穿那个蓝裙子来公演，我觉得有点有种用力过猛的感觉，尤其是他因为他就是什么，就是出现过在公演舞台上。谢谢风雨天翔的巧克力，那裙子能出门啊？又不是只穿吊带，我可以穿个西装外套，对吧？穿个长靴，不就可以了吗？小偶像一般不会看自己直播回放，你看一个回放有点久吧，而且你都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对吧？你看公演回放是因为有别人的反应和你拍出来的镜头什么的。旗袍可以出门，当然可以出门了。热知识，潘老师今天第一个知识，不是第一个了，应该总结一下，旗袍是可以出门的哟。不会射死吗？不会啊，穿汉服也可以出门啊。穿 JK， 你看到穿 JK 的人会射死吗？不是一样吗？穿 low 裙也可以出门呀，你想穿什么穿什么，别人的眼光不重要，你自己快乐就好。看看别人的搞笑点 ，MC 吗 ？MC 会回放会看啊，直播回放一般不会，但有的时候 B 站会推那种别的小偶像，诶，就是那种搞笑片段，就粉丝 cut 的那种，我就会看。哎，口一跟我连麦，啊，姐姐来啦，接受姐姐的连麦。你可以叫我一声姐姐吗？刚叫了，不叫了，不叫了，嗯，害羞了，叫吗叫吗？你看我们俩谁像姐姐？我们俩谁像姐姐？你刚撒娇的样子一点都不像姐姐。姐姐也可以撒娇的呀。好吧。姐姐，好了，啊，挂了，好了，姐姐哟，拜拜，挂了，拜拜。不行啊。无事发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不知道，有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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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在大家面前叫出这样的话的呢？你们知道吗？吕毅这个人，他变态。哎呀，大变态，真是个变态，变态。那我还叫，这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我不是变态，我不会让别人叫我姐姐的。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有点儿。有点太害羞了，还好打了个光，还好你扑了粉，还好今天老出汗老补粉，你们看不出来我的脸色。哦，你讲为什么要走一个啊？喂，好困的先去吧。没有，我哪那么容易害羞啊？我可不是一个害羞的。我是一个非常大气的人，鼻尖红那不是啊，那是我的妆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这两个字对我的杀伤力如此的大。什么？我说的红是什么红？我说的红是我的口红，我的妆容。走一个啥呀？走一个欧尼酱？欧尼酱什么意思啊？哥哥？那走哥哥可不是这样的风格，才不呢！不要，我是这么好说话的人吗？哎，我可以来一个哥哥，哥哥，你跟我吃同一个棒棒糖，你女朋友不会吃醋吧？哥哥，哥哥，你开你的小摩托来接我，你女朋友不会吃醋吧？哥哥，哥哥，你要跟你女朋友好好的，不要骂她，要对她好好的。哥哥，他怎么老是跟你吵架？不像我，我只会心疼哥哥。这个真不会吃醋。那那种呢？哥哥，你开小摩托来接我，你女朋友不会吃醋吧？哥哥，千万不要为了我跟你女朋友吃醋啊。哥哥，我会心疼的，哥哥。哥哥，你跟我吃同一个棒棒糖，你女朋友不会吃醋吧？吃醋了也没关系，反正你是我的哥哥。
绿茶语录。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把姐姐也拉过来。姐姐，如果我们喜欢同一个人的话，那是不是代表我们有相同的爱好呀？对不对？谢谢告别在白马庭园的大神。姐姐，妹妹想你了，姐姐，姐姐，谢谢告别在白马庭院的大傻。你们听我讲话的时候，自己变一变性别，好吧？性别不重要，在我直播间性别不重要。你爱做男人做男人，你爱做女人做女人，好吧？哥哥姐姐没有性别。自由变化一下啊。我录语音啊。嗯。嗯，晚上不想录嘛，晚上录语音太累了，而且隔壁的朋友要睡觉了，不可以录哦。才没有撒娇呢。我是会撒娇的人吗？陆老师，我天不怕地不怕。嗯，同归于尽，拔刀吧。听话啊，小朋友们。想做我的学生，一定要听话。三条戒律：第一，我说的都是对的；第二，我说的都是对的；第三，我说的都是对的。听懂，掌声。太好玩了，太好玩了。乖，哎呀，今天也是努力教学生的一天呢。嗯，盼子想想，明天要去收哪个学生呢？你们要是困了跟我说哦，我还不困，所以我不是很想下播。你们要是大家都困了，就早点睡觉，就也老师也去睡觉。什么？今天也是上了好看老师课的一天。我跟你们讲，你们要是有幸，初中高中的时候是我来上课，绝对大家都是名校，好吧？所有人都跟我同一个学校，复旦、复旦、清华、北大，除了这几个学校，没有别的学校要你们，知道吗？太优秀了，所以不会要你们。怕你们跟别的学生在一起，让别的学生自惭形秽，然后会容易发生一些心理问题。所以啊，跟着我，那以后不是什么金融大亨，那也是福布斯青年排行榜
排个第五十、六十的，对吧？是吧？怎么看不起复旦？什么叫就我还复旦？不信我复旦，我就是复旦啊！从小学复旦长大的，从小我就去那个鸡棚里帮人家复旦，知道吗？妈，别害怕，怕什么？谁又害怕了啊？哎，我想看看刚才谁害怕了，害怕啥呀？给我举起酒来。我喝点奶，你要吗？我要是真举起酒来，我就没有这个直播间了，又不是没有前车之鉴。小粉丝瑟瑟发抖，怕什么呀？怕老师啊？怕老师不要太正常，你不怕才不正常，是吧？老师就是让你们害怕才有我的威严。嗯，我每天都要背五斤花生米。哎呀，五斤花生米算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上海这花生这么贵吗？都是被我吃的。吃的就是供不应求了，所以花生涨价了，懂不懂？上海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大一学生 POY， 想跟他做个朋友。温柔的声音属实像哄睡直播。我跟你们讲，我要是，哎呀，你们乖，我就可以温柔的直播。但是温柔的直播呢，就很像，就可以当电台，就可以睡觉。但是我不想这样，我希望你们多说话。害怕，不要害怕。老师也不是，哦，这个时候就，害怕，不要害怕。老师又不是什么恶魔，只不过是想调教调教。乖哦，不然我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呢？是不是太猥琐了？天哪！不怪不怪，对不起，对不起，大王，对不起，大王，我没有想要说什么，大王，是我那个脑子里面就是没有别的词汇了，大王，对不起，大王，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没问话，对不起，带我。谢谢 BILJYC 的奶茶，一口要吃三个小朋友。咦，你们知道吗？我已经把我们的16期吃掉了。不会有人当真吧？我已经把我的16期吃掉了。17期招募的时候，我也要去吃。好看吗？不知道。我半夜的时候潜入进去的。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四条腿，就是把两条腿，两个身子罢了。停止口口一行为，我突然好奇口口一直播都在说些什么。我哪里怪？我一点都不怪。四条腿，两个身。突然想起鸡兔同笼，鸡有多少只，兔子有多少只。口口也是变态，那也没有那么变态，啊，不对，是变态。这话说出来有一种我比他变态的感觉，不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变态，我不是一个变态，我是一个正常人。口口一吃啊，口口一是串儿。我是一个正常人，我从来不说奇奇怪怪的话。病娇，病娇也可以啊，病娇当然可以啊，我有段时间可喜欢病娇了。谁跟你讲，可不可以比我变态？没有，
都不变态，大家都是阳光向上的那个少女偶像，大家都是每天都给大家传播正能量的少女偶像。中二邪王真言，我先看到青青我就想起邪王真言，怎么还有包我火的？冲！今年总选靠你了，是吗？只是偶尔吃吃后背，问题不大，对吧？这话就是怎么说？就是，八为什么每期招这么多人？就是给我选择了尝尝。没有，不是，话嘛要说的，说完嘛心虚又怂，又怂又心虚，又怂又害怕。狼外婆，谢谢不落魄的风的奶茶，招来给我吃的，那我真是狼外婆。我想想病娇，病娇有什么词汇吗？冰浆，姐姐，你的血好甜呀！姐姐，我可以杀了你吗？我想把你做成玩偶，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永远永远陪在我身边了。姐姐，今天晚上我可以动手吗？脑子不好用，想不出来词儿。姐姐，你的骨头太适合磨刀了。有点搞笑，怎么回事？你们自己把人头拎过来是吗？人头踢足球我不了，看柯南，柯南不可怕，柯南都没有可怕的。造血剂，肋骨可以试试。你们的骨头都不硬吗？你们都不是硬骨头吗？我妈小时候就说我是硬骨头。那今天晚上我用我自己的骨头吧，就不麻烦哥哥姐姐了。我用我自己的，我把自己的皮扒下来，把血抽干。啊，好刺激！好可怕。哪里奇奇怪怪哟，立马把脚缩回被窝。这时候有个人进来看看我这样直播，怎么啦？怎么啦？直播有没有限制？我爱怎么播怎么播，对不对？我来搜搜，我突然有点病娇上头。看看病娇一般都说什么话呀。病娇语录，要么忍要么残忍。我觉得病娇还可以，年龄小一点年龄小一点比较可爱，对不对？爱在染满鲜血的时候才是最美丽的呀。
还有一句东京食尸鬼。谢谢老好人的巧克力。东京食尸鬼，不行，东京食尸鬼。弱小的人能保护什么？又能拯救谁？如果没有力量的话，只能等待被杀死和掠夺。感觉不太适合，这句话没那味儿。谢谢于心的奶茶。对，我觉得那不是病娇，这句话有点太像教育人了。什么？我妻有奶，我知道他好像。语录，精彩语录。不行，这个病娇太大了，你知道吗？我隔壁要睡觉了。留着留着，留着留着，留着，我记得他了。好刺激。留着留着，隔壁睡觉了，不能这么大声。今天是温柔的大姐姐。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每个角色都挺有意思的，不管什么样的角色都挺有意思的。什么灌输什么？哪里灌输啊，搞得好像我 PUA 一样，给你们灌输什么。那就给你们灌输鹿儿最牛。你们离开了我，你们离开了我还能做得成什么呀？嗯，知道吗？抱紧我的大腿，别丢了啊。蹲蹲蹲蹲蹲蹲，我还想吃，我还想喝个东西，我想去拿个牛奶，想喝牛奶，我一会儿下播了去拿，再跟你们聊一会儿我就睡觉了。不去不去，等会儿去。嗨，大家好，我是噗噜噜。自从上次握手会，有好多人说是因为噗噜噜认识的潘路遥，所以潘路遥决定以后要让噗噜噜多出。哈哈卡痰了。噗噜噜觉得好久没有出现了。有人欢迎一下噗噜噜吗？兔兔好期待哟，兔兔好期待有没有人欢迎我哟。没有的话，噗噜噜就走了，噗噜噜去找潘路遥了，噗噜噜变成蜡笔小新了，噗噜噜噗噜噜，噗噜噜找个电子厂，为什么？我要把自己。我要把自己，我要把自己红烧了吗？那我应该去找一个餐馆，把自己红烧了。我喜欢穿白色短袜，好奇怪的问题。我没有喜欢的颜色的短袜，随意啦。噗噜噜，敢叫我一声，我敢答应不？你是什么？你是那个孙猴子。我为什么不敢答应呀？我在直播。你进来吗？嗯，没事。哎呦。穷，
做电子宠物，凭什么呀？嗯，大圣，大圣收了他，什么？让他赚钱？那不都在看你们吗？我去电子厂做电子宠物是吗？来吧。怎么这么执着？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那就靠你了，好吗？你有没有听出我语气当中的不相信？你一定要叫什么？一定要让我相信，我相信你。他们说什么东西飞过去了？我室友飞过去了。好，没问题。这是啥呀？谢天一躲猫猫，好可爱！谢天一躲猫猫，谢谢，我不是小兔兔，真的是玉贵狗的。谢天一躲猫猫，你不是小兔兔，我是小兔兔。他们说你是快女，你干嘛？还要拿什么？我来，没事，你过，看不到你。小山田星子，小山田星子呀。我每次直播就是坐在这边，就是像是，那个叫什么，就是路边端一个盒饭，然后就在这边跟你们唠嗑，那种感觉。我差不多要下课了，各位同学们。是的，蹲着吃。各位同学们，起立！有没有班长呀？起立！该说什么？你们还要学习？没有三样，哈哈，那我老师来做班长。起立！各位同学们，再见！刚躺下就起立。对，练练腹肌，练练腹肌。你没有素质，丢出去，插出去。拜拜，老师再见，拜拜。各位同学们，仰卧起站，太有趣了吧！仰卧起站行为，去补习班，哼，去补补蝶语吧，拜拜。去扑扑冷蛾子吧，拜拜。晚安。我摆个，哎，算了，拜拜吧。